受命于 M78 星云上的宇宙人，并借助神秘灵验的贝塔魔棒，变为由马赫五倍的速度和超人力量的不死之身。他是我们的战神。真是他，是特殊光线，队长。
成奥特曼的太阳能在地球上迅速消耗，太阳能一减少，红色指示灯会忽亮忽暗，如果电源一旦熄灭，奥特曼就再也无力站起来了。奥特曼加油啊！支撑奥特曼的太阳能在地球上消耗得很快，如果太阳能储存不多的话，红色指示灯就会发出忽明忽暗的光，如果红色指示灯不亮了，奥特曼就会失去力量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原子弹离最后爆炸还有十分钟，可奥特曼的时间也快到了，走，快跑，走。5 4 3 2 1，爆炸。Thank you.
奥特曼，当心啊！支撑奥特曼的太阳能在地球上会急速消耗，随着太阳能的减弱，红色电源会忽明忽暗。如果红色电源消失的话，奥特曼将会失去再次站起的力量。奥特曼危险！奥特曼不行了，在地球上会急速消耗，随着太阳能的减弱，红色电源会忽明忽暗。如果红色电源消失的话，奥特曼将会失去再次站起的力量。加油啊，奥特曼，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只剩30秒了，耶！宝石，诺亚之神的，快向安多拉扔去！好，
之神。